现在在布鲁塞尔的街上，带大家去看喵喵小童。他们这里的漫画很有名，所以你看到那个墙壁上有漫画的标的那个图案，我忘记那漫画的名字叫什么。好，继续走，看到前面有一群人在排队，就是那里了。靠，我的相机，相机沾到水了。来了来了，很小一个，不要吓到哦。走，快到快到，那人群聚集的地方了。这有间松饼店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我们有个奈良小童在吃松饼，不是这一个。到了到了到了，进入人群之中。看到了吗？这么小一个。这里，这就是有名的奈良小童。进去看一下他尿尿。corre corre Paula。然后很多人像亚洲人一样在拍照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尿尿小童到此结束。